Hello， 大家好。没有想到这样快，2018年悄悄的走了，2019年悄悄的来了。那你们为自己在2019年许下什么愿望呢？有两个愿望，看到身边很多朋友许下，但是呢，也看到他们大多数都实现不了。这两个愿望到底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脱单，看到他们许下脱单这个愿望的，大多数都会孤孤单单的到下一年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减肥成功，大多数看到他们许下这个愿望的呢，像广东话讲的。肥肥巴巴，直到下一年。虽然是这样子，但是我还是希望明年我可以脱单，然后还有减肥成功。大家又许下什么愿望呢？快点在下面留言。不管你们许下什么愿望，都希望你们能心想事成。我们2019年见啦，拜拜。